人及盈利事业自110年7月1日起交易105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不动产，将适用房地合一税 2.0。持有2年以内的不动产适用最高税率45%，且预售屋交易以及符合一定条件的股权交易也列入课税标的。此外，还有多项防止纳税人采取避税行为的措施，都是为了精准打击炒房，健全国内房市。详情请上财政部房地合一税 2.0 专区。